像我的李总，今天李总来了，叫总统来哦，祝贺啊，真欢喜的，真欢喜。文化部长戴立坤九月十七访视咸水区华莱糖厂，由市长李孟安、议长罗美惠以及文化局长叶铁山亲自接待。现场文化部甲市府共同宣告，华莱糖厂影视分区纳入中央精简计划，得到一亿两千万的补助，预计十月第一日影视团队快乐化剧组进驻，未来将会合作建立南台湾影视基地，打造台北新气象。大家好。好啊，今仔日有够欢喜哦！啊，在座足侪朋友啊，尤其咱糖厂啊，咱的陈副总，而且因的同事，其实啊，即几冬即一冬来啦吼，阮来华莱糖厂，大家会勘讨论有够侪遍的，啊，包括王市长嘛，阮指导足侪，啊，今仔日部长来到这个所在，哦，有够欢喜的，哦，有够欢喜的，包括阮华莱糖厂的黄里长哦。有够欢喜的，伊讲二十几冬啊，这个所在闲置二十几冬啊吼，今仔日吼真正要发起来吼，所以感谢部长啊，拄啊拄法国回来，随官来家，这一回国的第一个行程啦，我想在这里特别感谢部长，对台湾未来的一个正面的一种计划跟想法，我想大家都应该很乐于去把它完成。那对傀儡化而言，我们是。跑第一棒啊，就是我们要在这里，首先可能是我们进驻这样一个场景啊的建造，那我想我们啊会努力把它做好。来，案内糖厂影视园区 ，Camera。华莱糖厂已经有115年的历史，影视分区将会结合附近咸水历史街区、月顶港清水公园，加上咸水风炮、月顶港灯节等节庆活动，串联大新营地区软体、硬体的建设，丰富台湾影视产业。李市长嘛现场宣示，有影正加大声，誓言将华莱糖厂正做是台湾影视发展的基地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域哈。那么一定可以带来地方很好的发展跟繁荣。我们希望将来不只是拍片，它本身也具有观光的功能，包括电影典藏，包括也将来应该会有很多慕名而来的这个游客，未来看这个所心目中仰慕的明星拍电影的实景。那将来还有相关周边的产业，我想都可以发展，所以一定是可以带来盐水一个新的这个一个发展啊，一个新的气象。啊，大家李总可能有会想，啊，这到底有影啊无影？吼，是你有一条块叫有影无？吼，啊，大家看这里要念啥？影有影啦，吼，啊，那有影才敢大声，吼，啊，真正是有影啊。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合作，一起来实现，我们把这样的地方的发展的梦想啊，一起来完成，那么让台湾，让我们岸内，让我们盐水变成是台湾影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一个园区。有咱的期待，啊，咱用正面的来协助，正面的来支持，啊，让咱的这个所在愈来愈进步，愈来愈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吼！啊，再度感谢郑部长，今天去特别亲身啊，来到咱家看这个场地，给咱带来这个好消息。我再度代表台南市的市民，给咱致上万分的谢谢。谢谢。经济可以使国家强大，但文化可以使国家伟大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相信这里以后会有许许多多台湾重要的故事会在这边拍摄而成啊。那尤其在这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园区，在我们台湾的文化古城文化首都啊，做南台湾的第一个最大规模正式的制片厂啊，要在这边建立，我觉得这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。文创产业需要结合文化和创意，其中一个是以影视产业为重点。目前台南总共有16个院所，25个相关的科系，会使讲是人才济济。你市长讲，未来华莱糖厂搭建的相关场景将会保留，和拍片的场地嘛有观光的功能，吸引游客对培养国内影视产业提供助力。